司周志宏永续长，同时欢迎台湾中油公司李顺清董事长，台湾糖业公司陈昭义董事长，台湾自来水公司胡南泽董事长，台湾电力公司王耀廷总经理，台湾透明组织协会叶一章副理事长，法务部廉政署庄荣松署长。也让我们再次欢迎法务部蔡新祥部长以及经济部王美花部长。今天非常荣幸哦，邀请到所有的贵宾跟长官为我们进行启动仪式。稍后我们会倒数三二一，现在也请台上的贵宾将你的右手放在我们的魔球以及光柱上，共同启动魔球。现场倒数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请启动。在各位贵宾的见证之下，企业服务廉政平台正式启动，透过公司部门齐心协力，共同树立诚信经营的永续愿景。现在呢，请台上的贵宾和长官继续将手放在我们的光柱跟魔球上，看向前方正中央有绿色光点指引的摄影师，让我们的媒体朋友们记录下这重要的时刻。我们同时呢，也请我们台上的贵宾比个赞，预祝今天的论坛顺利成功，也宣告台湾接轨国际，国家推动廉政建设，政府企业一起努力。请掌声谢谢今天莅临的贵宾，我们进行了启动仪式。